有没有痛？痛啊，这边没有，没痛啊，这比较慢，比较卡，这比较轻松啊。推不进去啊，等一下我帮你调软。有没有痛？没感觉啊，这松多啊，是吧？这已经调到松松软软的了啊。不要去扭那颈椎腰椎，跳跳绳啊，这样破坏神经就要疼痛越多啊。